大家好，我是婷宝宝。我今天要介绍一款还不错用的东西，这个仙云纸染的体雕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它外观是长这样。好，我们打开了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那看一下，味道香香的，然后质地就是这样子，不会太水。可以擦在，我是擦在锁骨这边，然后还有腰部，还有腿。然后运动完啊，运动前、洗澡后、泡澡后，效果都会很好。然后搭配这个按摩霜来按摩，效果更佳。